你自己也有些发现一些小发明。对，尤其是我觉得近几年哦，宠物的商机是无限大，没错，非常，大家非常舍得花钱在宠物身上，我就买了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东西。哦，来，这个什么果汁机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插电，它是宠物摄影机，你可以放在家里，然后你的手机下载它的 app， 它照得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，从你手机可以看得到你的狗狗在干嘛。手机里面看得到现在照的荧幕画面吗？真的，有有有。然后你如果狗狗在叫，它会变出来的，哎呀，它会跳通知说你的狗狗现在在叫。哦，你就可以点进去看说它为什么在叫啊。然后这个更厉害的是，你可以讲话哦，可以让可以跟它对话。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是麦克风的按钮，然后我按下去，你听哦，举头举头。巨特巨特，蛮棒的耶！最终极的一个功能是，你说看这个可以录影拍照，就是基本的对准配，对，花花商场也有，对，这个它还可以丢零食给你家的狗狗吃啊，遥控，遥控，你这边手机这边有一个零食的圆圈圈图案，对不对？这边，然后往上就，哦，真的，巨特，它就会。跳出一个，哎，你不可以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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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真的不会吃，哎，对对对，搬那颗请蔡老师，不会，哎，好酷哦，这个，太酷了，那个可以拿来带小孩吗？哎，这好哎，喷零食给我的小孩，可以在家里玩，喷零食给小孩，这个不错，可以在家里玩游戏，很不错，这个想法真的，这很棒，这很棒，很棒吗？想买。